Hello 大家，我是伟哥。最近《荒野行动》的国际版还很少玩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去特地去玩一下，突然发现这个《荒野行动》的国际版更新好多内容了，比国服更新的东西多。这边一进去啊，有一个让你选地区、国家和地区啊。然后我们当时选中国，但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有多少国家了，好像非常多啊。要不然叫做国际版，这么多国旗啊，这《荒野行动》是要进军世界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么多啊，总共下来应该，反正我也没去计算，应该有百来个以上啊，一百个以上的国家应该是有的吧。应该是选完一个国家之后，它应该就会特意变成那个国家的语言吧。然后这边也有领裙子的活动啊，国际版分享的话就是分享外国的那个什么 Facebook 或者什么的啊，没有微信，没有 QQ 了，也没有那个什么。我这边先得了一件衣服。它这个国际版的话不是用那个网易邮箱登录啊，直接是进去就有了，它好像不是不需要账号登录。我这变成游客登录了，游客登录的模式。如果换一架手机的话，我在这上面的所有东西就没了。我这边可以签到领取一些东西啊，每天就签到几天就可以领取多少多少东西啊，然后签到14天可以领一些衣服。这些福利好像会比那个国服好一些啊，优惠一些，实惠一些。而且它这个玩法还多了一种模式啊，就是这个狙击精英，也就是全部是狙击枪的那种模式吧。这也可以组队，也可以单人。这地板上的枪全是狙击枪，没有别的枪。还有圣诞帽啊，圣诞帽也不错。还有胡子，还有还能带胡子的。不过这些道具是需要活动获取，至于怎么获取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因为国际版最近也是很少玩。它这边还有白裙子，白裙子这是一套啊，这是一套的那个圣诞装，好像是不分男女都可以穿。我们可以看那个白裙子，白裙子的话也不错啊。这个国服里面还是没有白裙子，只有那个灰裙子啊。所以说国际服的话做的东西好像比国服还多啊，感觉国际服更像体验服，然后那个国服的体验服根本什么也没有，也没有什么新的体验东西啊。这个国际服感觉更像体验服啊，因为玩法比较多。然后我们去匹配一把狙击精英，进去之后啊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。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队友那个选项，我们可以看二楼那个二号玩家就是日本，然后14玩家就不知道是什么国家，他们两个是开黑的啊，他们两个玩的还不错，最后就靠他们两个吃鸡。至于他们是如何吃鸡，然后欢迎大家去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公众号伟哥解说，他们吃鸡的视频我们另外换啊。那我们本期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去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公众号伟哥解说。